啊，欢迎收听小李飞刀啊！咁我哋今集开始之前咧，循例都要感谢一下台湾嘅 My Music 邀请啊！我真系估唔到小李飞刀咧喺台湾嘅一个啊音乐嘅 platform 咧，连台湾嘅听众都可以听到我哋嘅每一集嘅内容啊，系我哋嘅哔哩吧啦，系啊，咁啊，系好希望可以有更多嘅台湾听众认识我哋啦。咁因为万万估唔到咧。台灣的音樂平台會邀請我們一個廣東話為主的海外 podcast channel 啦，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小李飛刀，同埋要多多支持 My Music。咁啊，事不宜遲啦，咁啊要update 下，因為咧今天有啲突發事件就發生了，咁我就交個麥，係交個麥俾阿 Sammy 你嚇講解一下啦，點解？咁啊，今日。即系讲我哋嘅 topic 之前我哋加插咗一个警讯嘅环节啦，咁啊新鲜滚热啦。事发咧就喺今日呢个2021年9月17日，美国波士顿当地时间朝早12:40左右啦。咁咧我就收到一个电话，咁电话嗰边嘅 A 君啦，佢就打嚟话。你是不是Sammy 啊？即他是全連名大姓咁樣嘅，咁我一日Sammy speaking 咁樣啦，咁佢就你好啊，我是 Officer A from 呢個 Massachusetts 嘅 Police Department 喎，咁我第一下心諗做乜嘢咧咁樣，咁我就this is Sammy， like how can I help you？ 咁佢就 OK， just 即係話俾你知咧，我哋嚟緊嘅電話內容咧將會錄音啦，咁然後我而家準備將你 pass over 俾我嘅 supervisor。咁佢係有呢個過場嘅音樂喎，咁等咗幾秒之後咧，就另一把聲咁啊聽電話啦。咁佢又話：誇張，係好認真嘅佢嘅製作。咁佢我係你係 Sammy 啊？你好啊，我係呢個MAPD 打過嚟噶。咁我而家咧就即係話俾你聽一件事啦。咁你而家咧就係 under 呢個 investigation 喎。咁我第一下梗係 freak out 啦，係咪先？你無啦啦打嚟話我俾人 under investigation， 咁我就發生咩事啊咁樣。咁佢就嗱你即係你冷靜啲，咁我就即係純粹想 walk through 你個 case 發生咩事啊，噼里啪啦咁樣。咁我就話，咁我使唔使要寫低某啲嘢啊？佢話因為咧你個身份俾人盜用咗。咁其實我係好熬底嘅嗰一刻，因為我其實2020年12月，即係 pandemic 之前嘅聖誕咧，我去加州旅行嘅時候。在 San Francisco 咧，係俾人爆咗架車，即係偷咗我啲嘢嘅。咁即係 ID 啊、credit card 都係即係俾人偷曬嘅。咁所以曾經我有擔心過，即係資料盜用呢樣嘢啦。咁去到呢一刻，佢話我嘅身份俾人盜用，咁我梗係熬底啦。咁然之後呢位 officer 啦，佢就同我講一啲好嚴重嘅罪行咯。哇！我巴閉啦今次。咁佢就話咧喺凌晨時分喺 Texas， 即係德州啦，就喺一個夜晚嘅公路旁邊。有一架汽車即係 abandon 咗荒廢咗嘅車，咁就好 suspicious 喎，好 suspicious 啊！警察去睇嘅時候咧，就發現架車咧嘅即係 run 佢個車牌啦，就發覺 under 我個名，然之後就 run 到係一個 Texas 嘅地址，咁佢哋又去嗰個地址度即係搜查啦，哇！巴閉啦今次喺間屋入邊咧，佢揾到唔知幾多份量嘅 cocaine 啦。價值唔知幾多十萬啦，亦都揾到好大金額嘅金，即係statement 銀行 statement 啦，包括係海外嘅本土嘅，亦都有呢個 human trafficking， 即係人口販賣嘅人口販賣嘅資料啦，亦都有好多即係 click card 嘅啦。咁我嘅生意咧係遍佈呢個哥倫比亞啦，巴西啦，定係墨西哥，真係好鬼誇張。咁即係基本上除咗殺人咧，我乜鬼罪都犯曬噶啦。咁佢就咁，跟住我就話，我心諗哇，搞到咁大啊，咁樣啦。咁跟住佢又我而家讀啲名俾你聽，你識唔識佢哋啊？咁我就我冇一個識啊。咁跟住佢，但係好神奇咧，佢下一個就講咗我舊居嘅地址。咁我嗰一刻，咁我咪就oh yeah 咁樣啦。咁然之後嗰一刻，我就心諗點解咧？咁但係其實我更加驚嘅係我唔知道我啲資料俾人用咗啲咩啦。咁跟住佢就開始問一啲問題，就去 verify 我嘅身份，譬如我嘅地址啦，我即係佢話你屋企人會唔會盜用你嘅地址啊？即係嗰啲廢話。跟住收尾咧，佢問咗好多 yes no question， 即係譬如話你喺BOA 有冇户口啊？你係乜乜？有冇户口啊？咁我都即系 yes 都会 question， 我照答佢啦。咁收尾可能佢觉得我落答，佢就问一啲好古怪嘅问题啦。佢就话：，头先你话咧喺 A 银行有户口，我想问一下你嘅 balance 系几多啊？
好奇怪喎、啊，点会咁样问噶，白痴！咁我心谂 balance 啊，跟住我就话哦诶3000蚊啦，跟住佢就话哦咁啊诶头先话 B 银行都有过，咁你 B 银行嘅balance 几多？哦诶400蚊咯，佢话 saving 加 checking 都系400蚊啊，哦系啊。咁跟住佢話：咁你有冇其他嘅投資啊？成我話有我有股票啊又係400蚊啊咁樣啦。跟住佢就停咗兩秒，佢就話：OK， I'll call you back。跟住佢就 cut 咗。因為覺得你太窮，哇！跟住咁入價咁樣，佢唔忍心呃你啊？唔係啊，係有後著嘅，即係 cut 咗線啦。咁嗰一刻我就驚啦。咁因為我唔知道身份俾人做咗啲咩，到底佢係有幾高智能嘅罪犯咁樣啦。因為佢又知道我啲地址喎，佢仲話佢而家咧要 cut 曬我嗰啲 SSN， 即係 Social Security。咁我就唔可以出境啦。然之後聽日佢會帶一隊人嚟我屋企同我打指紋啦，同我去搞一大扎嘢去恢復我嘅身份咁樣啦，咁我就好驚喎，佢有時間有我而家嘅地址，咁跟住我就恢復你身份卧底嚟喎，你黐我真係好黐線啦，咁跟住但係我即係電話途中咧，我用另一部電話 Google 呢個來電。這個 number 居然咧係真係我哋麻省 PD 警署嘅電話打出嘅。咁跟住我心谂好认真喎，咁我打翻佢嘅时候，我话喂，你呢个电话打嚟咧，话要 charge 我啲乜乜乜罪咁样，跟住佢就，居然佢好轻松咁样，嗯，我会汇报俾我个 boss 听噶啦，因为你唔系第一个咯。咁我心谂，咁你系咪要处理一下你哋点样防火又好乜都好嘅？唔系，我觉得佢系处理唔到，因为我今日都有同阿咪咪喺度提起，佢话根本系嗰啲人咧系可以。整到個 display 嗰個 number 咧，佢唔係 out 線，佢直情係整到 display 個 number 係一個正式嘅 number 咯。然之後咧，嗰啲警察咧係佢哋嗰啲科技係仲係好落後咯。佢根本就係、是、想聽到啊！佢仲係佢係根本係冇 action 可以 take 到啊！即係咁啦，咁但係。因為嗰啲 IP 電話，你自己嗰個來電顯示咧，佢 set 咩都得噶，佢 set 做香港 number 都得噶。唉，咁即系咁样啦，咁跟住我就即刻就话，咁我可唔可以喺你呢度即系 file 个 report 啦？佢话听日嚟搵我，大佬，我牛底啊咁嗰啲嘢啦。咁佢就话你要去翻你个 local PD 喎，如果系你屋企，因为我今日收电话嗰度唔系我住嗰个 town， 咁我就嗱临即刻翻我屋企个 town 就去备案咁样啦。咁一去到，咁梗系要 play victim game 啦。咁我就我好惊啊 ，I need help 啊！我仲同，因为阿 Sammy， 因为阿 Sammy 佢就系即刻打电话俾我啦。咁我话咁你咪扮到好惊啊，喊啊！手震啊，脚软啊，话唔得啊，我唔得啊，你要搵人保护我。系即系咁样啦，咁于是者即系佢一听到都快就即刻话哦系 scam 嚟噶，因为原来即系好多人都应该中个招啦，咁我好担心啊，佢有知道银行嗰啲嘢，跟住佢就同我讲一句，佢哋系好低智能嘅罪犯嚟嘅，佢系人识喺银行勾线咯，系所以应该系佢哋即系可能都 flag 咗或者 on file 嗰样嘢啦，咁跟住所以翻到屋企咧。咁我就瞓个晏觉冷静下嘅时候，佢再打嚟啊！吓，佢系好严肃，我心喂3000几蚊，你仲打俾我啊？咁样啦，咁跟佢打嚟，佢就系同一把声嚟嘅。咁佢就再即系补充资料啦。佢就话喂，即系 follow up 我哋今朝个电话，想再问多啲资料，因为而家 Texas 嗰边咧想攞多啲资料去查呢个 case 啊，咁样啦。咁跟住佢就问咁。头先你就话佢真系有写低，佢话你大概系有3000几蚊嘅 balance 啦。咁我就想问下，唔系我个冇啊，3000几蚊都。跟住佢仲问揸啲咩车啦，系乜嘢 model 啊，同埋你嘅 occupation 啦。咁跟住我就话，我而家 unemployed 嘅，我冇嘢做，我等政府养紧，我攞紧 unemployment 嘅就嗰啲咁。即系一大轮咁，佢又call back 就收咗线咯。咁我心谂你再打嚟，我冇嘢再同你玩噶啦。咁跟住就冇啦，咁就打嚟。暫時就告一段落咯，咁呢個警訊就即係打擾咗一日咯。佢係驚到佢係一打電話俾我咧，哇！你依家得唔得閒啊？你開完會未啊？我其實我嗰陣時候我其實好急了，我又好急了。不過你講啊，咁我瞄咗個麥，我繼續屙尿。我真係好驚啊！系啊，因为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在暗，我在明，又唔知佢有几多嘢咁样咯。不过，但系你第一次收到啊？唔系啊，但系佢今次嘅制作系比较认真，系啊，唔系同埋我身有事啊嘛，因为我曾经真系俾人攞过我啲 credit card 啊，同埋我真系 lost 咗我个 driver license 嗰啲嘢啊嘛，咁所以我系。
身有屎未熬底咯。但是沒錯，其實警察真的做不到事，就是好像如果我們在香港那樣，那個那些人即係打電話出嚟的人咧，佢個人啊 ，physically 咧，其實唔會在香港的。嗯。所以佢個人係即係好似我哋東南亞區，可能就係會在印尼啊、菲律賓打出嚟嗰啲電話。所以你在香港報警，其實警察會做到咩嘅？咁可能你在美國嗰啲電話打出嚟，可能真係唔知係喺古巴定喺哥倫比亞真係打出嚟咁樣咧。咁即係我嗰啲 partner 嗰度，唔係佢啲口音係點㗎？咪正正常常咁樣咯，即係佢係有啲好奇怪口音。不算很奇怪的，所以这样。But anyway, 警讯完毕这个环节，我们入回今天的正题先。他怕完了。眨下眼啦，眨下。我刚才是这样出了一口气嘛，我失业的大佬，你还打劫我。不过警察，即是我去报警的时候备案的时候，他都有将我的地址 flag 了，接下来的日子他都会尽量兜埋我这边，这样即望一望那些，这样。即是他们 aware 的，这样。咁啊，咪講翻啦，咁啊，好快眨下眼咧，一年一度中秋又嚟啦。咁啊，我哋今集咧就同大家即系请嚟 Alfie 啦，同埋最靓仔嘅主席咧，就上嚟同大家讲下呢个歇后语啦，同埋呢个 IQ 题嘅。咁啊，不如 Miss Ellie 你系咁依讲下啦，歇后语系咩嘅一回事啊？咁啊，因为咧我就冇乜墨水，同埋咧我就呢个中文嘅修为咧就唔系太高。其实咧，当你哋话要做呢个歇后语嘅时候咧，我就谂歇后语咪即系潜台词咧。咁我就做咗少少research 啦，其实系 Wikipedia。咁咧歇后语咧就系、是、一种即系、就是、中文嘅一种嘅修辞啦。咁就将一句说话咧就分开两部分。咁通常咧就系、是、前面嗰个句子咧。那個人就會話前面嗰樣嘢俾你聽啦，咁你就要估後邊佢嘅意思。咁啊，依家同埋即係當初嘅歇後語同埋依家嘅歇後語，其實個結構都唔同嘅。即係以前咧，即係講緊係古代啊嗰啲咧，佢哋通常就會用成語啦。咁啊，但係依家嘅歇後語咧，就比較我會認為係比較粗鄙啲，同埋比較口語化咧，即係會比較即係貼身啲噶啦。即係咁啊，佢可以分開兩種嘅。咁有一種咧，就係、是、叫做邏輯性嘅推理啦。咁啊，講明部分咧嘅前面嘅比喻咧，咁啊，例如就係咩啞巴食黃連，咁你估後邊嗰樣嘢就係有苦自己知啦。咁啊，同埋呢個咩濕水棉花，即係冇得彈，即係意思嘅話就係話非常之好，咁就唔能夠喺人或者係事件上邊咧揾到任何嘅缺失咁樣啦。咁啊，另一種咧就係、是、比較有諧音嘅歇後語，咁啊，例如就咩孔夫子搬屋，因為佢就全部都係書，咁就全部書。其實呢啲我都唔係太明白噶，即係要睇完 Wikipedia， 我即係佢有啲例子，我先至會明咯。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開歇後語呢樣嘢，或者潛台詞咁樣啦。正式進入今集嘅比賽，係咪叫比賽咧？我都唔知係咪比賽啦。分享下啦，分享下啦。好，咁啊，介紹下你嘅隊友啊。我的队友就是长期驻守的特别嘉宾和客席主持 Alfie。那你又介绍下你的嘉宾啦。远赴海外超级靓仔全城最靓仔的阿 Sir 主席啊。主席。我怕啊。Alfie 你是不是有些很好劲的歇后语我们吓一吓他呢、我又不算很劲的不过有一个可以叫做。因为有些歇后语都是古成语的那我记得有一个古成语啊我要派主席出来了我就是知道你有主席所以我们整了几个新的后语我有我自己想记得回的就叫做空棺材出殡是古成语是成语来的在这里拍摄所是会被你讲棺材就会讲什么背景音乐叮叮叮叮叮空棺材出殡成语啊要喂我想讲其实呢 Alfie 的那些歇后语我都没有答案的我想我其实我都在估计我就是想说空就是吉啦跟着有什么吉吉的成语我估不到出殡吉都系咯，即系系咯，即系有呢、這、一个呢一、這个方向咯。吉空 empty 唔系黐线 empty
咁你棺材装咩噶？吉死尸、吉尸。咁佢吉尸吉人，僵尸有个人字嘅人，吉人吉人天上，吉人天上。唔系，你但系死人点会吉人天上咧？嗱，你棺材啦，我仲系一个好大嘅 tips 就系，棺材系咩做噶？通常木木咯，系啦，跟住咧，咁钉人烧，有人有木木吉，人非草木啊，四字成嘢，人非草木，古古咩人啊？咩系有冇有冇多少古墓前人？嗱嗱，木你讲木啊嘛，系咪啊？木是第一个字，人是最后一个字，很大的提示。主席啊，你读什么书啊？自己都估不到。目中无人。是啦，目中无人。因为你空棺材出品，所以入面没人。是啦，目中无人。都是 teamwork 啊，都是 teamwork 啊。可以啊，这个我来骂人都挺好啊。空棺材出品啊你。我觉得还有棺材那么邪。真的空棺材出品啊。我是招招即即的。好，主席你快点找个近的绑回来。啊，简单啲，一号先啦，我哋一号，我几惊佢话即刻，等我 Google 下先。唔系，应节嘅呢个系番鬼月饼啊。番鬼月饼啊？鬼月饼？唔系古成语啊，今次你求其啦。咩方向噶？一个谐音咯，系一个 term 嚟嘅。嗯，系攞个谐音嘅。鬼系啦，番鬼月饼。可以点俾 tips 啊？你讲好应节嘅个答案，好应节 term 一个 term 系啊系啊，谜面谜底都好应节啊，系啦，番鬼月饼，番鬼月饼，番鬼月饼即系外国人西，系你可以 not quite 调住番鬼呢样嘢去谂个月饼啱噶啦，系啦，番鬼。个贴士俾咗好多，好帮到手吓。番鬼佬讲咩噶？英文咯，外语。系，继续啊。英。咁月饼咧？月饼番鬼佬点会点样讲个月饼啊？半中半英。哎呀！你谂多咗，好简单，就系问你番鬼佬。唔系番鬼佬会点样叫个月饼 ？moon cake 咯 ，cake 咯，系啦，系 moon cake， 好近噶，你已经啱咗八成啦。系再你估翻个字出嚟，再 high 多啲个字出嚟。西月，唔系去翻 moon cake， 去翻 moon cake， 系啦，去翻 moon cake， 你单住自己喺 moon cake 嗰度 ，moon cake， 然后推翻个中文字出嚟。即譬如 taxi 推翻的士出嚟咁样，哇！你真系讲得好好，满系好近，好近啦，好近啦。唔系个音争啲，个声调争啲。满，哇！即你呢个音唔系系啦，即你拉咗嗰个中文字出嚟，其实系可以话人话乜你咁。你做人真系番鬼月饼啊！系啦，即系唔系闹嘅，但系相对比较贬义啲咯，贬义啲。你做人真系番鬼月饼啊！坊间即系未至于头先目中无人咁坑嘅，系啦吓咩话？闷极啊！乜嘢闷系啊？即系你闷爆啊！咁样哦，闷爆闷极。系啊，呢个死啦！我想讲，你讲完个答案我都唔明啊，即系话你非常闷啊 ，very boring， 闷极啊，闷到极，闷极，即系一个应闷极嘅，系啦。好彩我哋有应，好彩我揾，好彩我揾咗 Alfie 咋，未退步哎呀！好，下一个 ，Ellie， 喂，但系你哋个嗰啲系好劲咯，我揾嚟嗰啲咧系。
好撚低俗嗰啲嚟噶，唔紧要噶，吓嚟嚟嚟嚟，太尴尬啦！其实主席咁我等紧呢个，呢个我知喎，切，咪系咯，系出得街噶嘛？你讲嗰啲字系咪？梗系出得街啦，太尴骑马。喂，我都有谂过呢个，其实你知啊，系嘛？我系，不过我觉得你讲出嚟你会开心啲，我让俾你。佢要换埋个 background 啊！系冇捻得顶，系啊冇捻得顶啊！我见到呢个我都系哇正啊呢、這个咁样，大家好开心啊依家爆我爆！喂，咁啊你出咗呢个，我又出一翻一个相近嘅，嗯，即系同你嗰、那個那个思想好接近嘅，就系、是、澳门朋友，澳门朋友，呢个系。系系，你继续继续，用翻头先你嗰题嗰个思想，乜你要成个 term 嚟嘅澳门朋友，成个一齐嘅，麻嘟饭系啊，点要讲埋出嚟先得噶？点解系麻椒饭？麻哦麻椒饭，麻椒 fan。因为麻椒是麻椒嘛，但我记得这个呢是我、中学其中一个中文科老师教我们怎样很文雅优雅地去讲粗口咯。因为那次真的在上紧堂的时候呢、有位男同学无啦啦后面就爆了这三个字出来，那他听因为很清楚的，跟着他就立刻啤一啤，就哪个讲粗口，嗰個係死口唔認啦，咁跟住佢就又俾佢兜得翻喎，佢就話唔係啊，我係話我個澳門朋友啊咁樣，跟住後屘嗰個全堂咧，我哋就佢就 off topic 就分享一啲佢話佢以前，因為佢係佢個年代女校出身咧，點樣好優雅地去講出口，包括嗰啲咩衝擊你肺部啊嗰啲咧，咁就全堂講呢樣嘢咯。衝擊你肺部。O K， 咁我哋依家系边个开始出题先？到我哋呢边啦，我靠你啦 ，Elvie， 我啲太低俗啦，因为唔系你讲完啲咩澳门朋友嗰啲，有一个都几好笑，都系呢个方向嘅。我哋开始步走啦，已经由头先好正经嗰啲，我见到都觉得好笑，好童子军跳弹床，我哋完全转晒 flow 啊呢个。完全系唔知点变咗会咁样吓，超级蛋蛋咦？咩啊？可唔可以讲喺呢个 list 嗰度？肯定喺呢个 list。系因为以前呢个系我哋又其中一个好文雅地话人嘅方式嚟噶。其实又系嗰个 miss 教噶。系啊，都我哋真系全堂喺度研究紧呢样嘢。但系个答案系咩？我头先听唔到。哦，童子军系啊。童子军是 skull 啊嘛，系啊系系。咁你跳弹床，哦，士鸠烂蛋，士鸠蛋蛋，士鸠蛋蛋，唉，点解点解我哋呢一集会变咗咁嘅？我哋点解啊嘛？我明明一开题，明明一开呢一集嘅时候，懒系啊，哇！咁我哋介绍一下咩叫歇后语啦，但系之后就咩士鸠蛋蛋啦。系啊，咁通常我哋点解要唔讲个后半部？就系因为太粗皮啦，所以我哋用一个好懒靓嘅前半部去包装佢。系啊，即系你啲咁嘅人啦，咁样。我哋要教啲台湾嘅朋友系认识嘅广东话嘅文化、粤语嘅文化。系啊，所以为咗承接我哋开始呢个步骤模式，我哋压轴嘅歇后语都系决定循住呢个方向走。好。你开始，我哋本身文雅嘅，交俾你啦，主席。系啊，你个面头嗰句咧就系僵尸扯旗，系咪成龙嗰啲咩动游嗰啲啊？总之就系同我哋头先一系列嘅啱噶，系啊，系你用翻嗰个啱啱我哋用紧嗰个 flow 啦，同埋系真系关于动游字嘅，系啦，即系嗰个 mindset 僵尸，咪同头先 Miss Ellie 出嗰题系有少少。嗰方面嘅related 咯，我就先你出嗰题太夹，系系继续去咯，系啊系啊，点解点解粗口嗰啲全部都我自己谂，死顶啊！诶，第一个字啱，死啊！
僵尸死系咁，你谂下，你冷静啲，你俾啲冷静啲。唔系啊，呢个 podcast 我今集应该唔使剪太多嘢，因为冇声，响咳响声，响咳响声，加翻乌鸦嗰啲，咁样叮叮叮叮叮叮。系啦，你谂下嗰个冻尿嗰个状态系点样噶？系啦，即系会系定系咁样死撑死撑死？你近你近近啦近啦，系呢方面啦。死低沉咁样定系咁样死死咩顶啊？应该系死卵顶，唔系咯死。唔系啊，佢但系佢头先话升，即系佢系咁样，定系活？佢死咗应该扯唔到。诶，其实生物学上系会嘅，不过我哋唔讨论呢个话题。我唔系上堂啊，而家去死死乜啊？死咩？即系佢唔系咁样，佢系咁样。懂系咁样。你好彩我哋净系录声唔系录影嘅咁集，佢好多好多嗰啲动作配合啊，其实系啊，唔使动作噶，佢自己嘅就系完全 concern 嗰个动，佢自己个状态咯。但系你哋喺度，咦？即系扯旗系咁，你扯旗你唔系咁噶嘛？你系咁样噶嘛？死系啦，你唔系软软软嘅，嗯咁噶嘛？你唔系软肥肥噶嘛？咁你系死卵硬耶！救命啊！死卵硬啊！顶！今次出呢题真系僵尸扯旗啦！哇！飙眼水大佬啊！黐线！呢个做歇后语嘅压轴几好啊！你要俾 transition， 你中间嗰啲咧要咧要变咗火鸡姐嗰啲，嗰啲缩短晒嗰啲时间。唔系，我谂我 edit 咧系咩咩 a few moments later 都仲估紧啦。ten moments later 都 10,000 years later。死咁耐点啊？死够未啊？你两条友，死，跟住不停死，然后 Sammy 就怼怼怼怼，唉，救命！好笑，唉，好开心。咁啊，我哋冷静，唔系，我哋冷静十秒先。咁我哋就去下一部分啦。系啦，轻松翻少少。咁我哋系先呢个先系高潮啊！嗱，讲完歇后语，我哋终于入真正嘅高潮啦，就系呢个小学鸡 IQ 题，系低能 IQ 题，真系低能到爆咯！唔系因为系嗰啲 IQ 题咧，我哋就可以话，哇，今配真系僵尸扯旗。然后或者如果啲太难嗰啲咧，就点啊你咩空唔系或者嗰题空棺材 set 得好好。或者嗰题 set 得好好啊，你就话哇真系太金奇嘛？活学活用啊！唉 ，OK， 咁啊，因为其实先啊，唔系因为我觉得呢个低能 IQ 题咧系可以同听众一齐估咧，系啊，因为一定听过，即系就算我哋点样上网揾啊，或者系自己即系谂出嚟，一定系。听过晒咁啊，事不宜迟啦，事不宜迟，好多课，好多课啊，有系啊。OK， 我讲一个简单啲啦。咁一个男子同埋一个女子结为夫妇，就算佢哋性格、兴趣唔一样，佢哋一定有一个共通点。咁嗰个系咩咧？叮叮叮叮叮，佢哋同一日结婚，系呢个都好笑啊呢个。呢个我都好好笑啊！呢个，因为佢哋都同一日结婚噶。哎，到你哋，到你哋。好，咁啊，我又出个好浅 level 先噶啦。咁就系860粒鱼蛋，我哋分俾5个小朋友，每个人有几多粒鱼蛋啊？阿志 ，Alfie 同学，捻啦！好嘢，啱咗。先学题，下边嗰个有少少迷茫。我唔明白为什么啊，哦，
860粒鱼蛋咧，唔系数字嚟嘅，系一位伯伯录咗十粒鱼蛋。好好怒，好苦怒啊！好，下一题都系 Elfie 呢个应该，唉送俾你啦，柴米油盐。柴米油盐，你问完啦，你唔好。咦，好啦，而家罚你唱。又不是八十年代。搵人同我拉出去，拉佢出去斩。哎，到你哋，主席，交俾你。好，菠萝系黄色嘅，咁咩螺系绿色嘅？茄螺螺，耶！我哋有四个人，我哋咪要整个共鸣啊！我以前系有佢呢个共鸣嗰嗰啲啊电话铃声嘅。茄螺，真系好烦啊！系咯，我就话会俾人打你，识鬼咁系好烦。我想讲，依家人类进化到个电话好似系冇铃声。个个都系震惊，唔系噶，我有噶，喂，我仔唱歌噶，救命啊！我都 P K 嗰首歌嚟，好笑。诶，等我先，就写咗全部都好 ，Miss Ellie， 全部都好低能我写啦，冇问题啊，我哋其实个重点就系大家 OK， 点解货车司机撞到电单车司机，但系电单车司机冇受伤，而货车司机系需要留医咧？呢个好好笑啊！一咪答啊，你答俾人答啦。诶，你嚟啊！因为货车司机行紧路，唔系揸紧货车。系啊，好笑！我系讲我用呢个答题速度去答其他嘢，咁真一流啊！嗯，搞笑啊，好，就嚟下一题就是鱼冇脚，蟹冇翼，虾冇咩啊？太狼系，唔系佢咪有一句咩？听日会更好噶，你话系咪啊？虾冇太狼咁样噶嘛？佢咪有一句嘢咁样，系咪啊？我真系好开心啊！听日一定更加开心嘅啫，系咪啊？虾冇太狼。佢个样子，加埋佢个语调咧，同埋佢头先一上嚟个 zoom 嗰个 background， 你咪喺度反差。我唔敢想，我唔敢谂咯。啊，好，下一个 Elfie 到你接拍呢个。黄师奶教整奶黄包，陈师奶教整莲蓉包，咁边个教整叉烧包啊？是 Sammy 青春膜，是啊，我好厉害啊，好厉害啊，好厉害啊，到你们，我看看，好，下一题，咦，不是，到你，是，小心，杯水有毒，看一种饮品，你 dead air？小心，薄角，薄角，快点薄角，是a few moments later。小心杯水有毒，猜一个饮品。小心啊，杯水有毒噶，猜一种饮品。你留意埋我个语气，系一个 warning 嚟嘅。小心啊，小心、啊。你讲多次啊，我哋再 role play 一次啊，主席你讲啊。小心啊，杯水有毒啊，千祈唔好饮啊。你咪扮紧某个人嗰啲咁。唔系，系个 tips 嚟噶，我哋嘅对白。小心、啊。你再留意多次啊，我哋 take two。小心啊，杯水有毒噶、啊！千祈唔好饮啊！哎，我真系估唔到呢、這个。千祈唔好饮啊！系啊，估一种饮品。千祈唔好饮啊！千祈唔好饮啊！好似变咗歇后语咁，你攞起嗰种饮品就叫你唔好饮咯。千祈唔好饮，唔好饮。系嗰支嘢个名 exactly 就叫千祈唔好饮噶啦，其实即系你只换一个讲法讲出嚟，系啦，唔好饮，唔好饮，死啦！我系咪唔够低啲？系啊，你哋两个好中意饮噶，细个嘅时候，我哋之前嗰啲 podcast 都有噶啦，系啊，啱啊，耶！救命啊！烧死好多脑细胞嘅啊头痛啊！我唔系我哋太正路喺度谂啊，
我哋太正路了。咁呢题系咪太咁奇葩先？好 ，Ellie， 喂，我要偷下 Elfie 其中一题喎、哦。咩？点解所有玄学大师都叫人哋食饭嘅时候唔好嚼咁耐？笑因为其实呢一个我都觉得我听过噶，但我谂下先，我记得嘅。点解玄学你讲多次？唔系年年啲人咧，一定问佢哋呢样嘢嘅呢个 tips 嚟嘅，即系啦。唔系你讲多次个题目，点解所有玄学大师都成日叫人食饭唔好嚼咁耐？唔好嚼咁耐，因为会犯太岁。呢个唔系 OK 啊？好啊，呢个好 OK 啊，好笑啊呢个。OK 啊呢个。读到你哋，到你哋。好，乜嚼太碎啊？讲开食嘅嘢，等我谂下先啊。有乜嘢猪系得一只脚嘅？Elfie 同学，真宝珠，我啱啱就想讲，我喺加拿大，我买咗成百几支过嚟。哇，唔癫！你派街坊定自己食啊？自己食，我点可以派俾街坊？傻嘅，答得好真心，快很准。好到Elfie 同学，这个就系、是，今日我部电脑咧重咗，点解咧？因为之前轻咗机。是啦，因为今日冇咩，冇轻机啊，好嘢喎！呢个真系第一次听喎、啊，呢、這个。我想讲 Elfie 佢嗰啲咧，系我完全未系未，即系佢大部分嗰啲我都未听过咯。呢个真系好，我系喺几个 site 度揾嘅，你知唔知？我哋嗰个 database 大嘅都。即系好似做 paper 咁啊，要参考几个 source。系啊，因为惊重复嘛，同你哋咁，我只要重复嘅话，我起码我哋仲有货啊嘛，源源不断。都摆咗好多嘢喺度。好，主席到你。好，NDS 同埋 PSP 两个对打，边一个会赢 ？Elfie 同学 ，NDS， 因为佢屈机。系啊，依睇你系咪同一个 source 啊？系啊，我睇下有冇仲有啲低能啲先。我觉得45都几得意噶。喂，四十五啊 ，OK， 我都几好笑。有45啊，你睇下。你揿呢个好笑，呢个好笑。佢话咩？见到蟹柳要同佢讲啲咩？见到蟹柳，我都系听过噶。系啊，你见到蟹柳，见到蟹柳，你要同我讲啲咩？假蟹，蟹柳有少少系啦，一句你唔好扮晒蟹，系你要有个语气噶，你要有個語氣。喂，你唔好扮晒蟹喎，喂，你咁斯文噶，再嚟个 NG 哦，你唔好扮晒蟹，唔系，你唔好扮晒蟹啊，你唔好扮晒蟹喎，你唔好扮晒蟹啊，呢个 OK 啊，呢个 OK。好，到边个啊？系啊，到你。好啦，喂，主席，你开翻一上面嗰啲啊。好啦，我嘅话咧就，我问你哋喺太空入边用啲乜嘢 currency 交易？太空里边用啲咩 currency 交易？方向系点噶？真系用咩钱去交易咯？真系钱，系啊。用咩钱啊？估嗰个货币叫咩名？系啦，货币即系譬如我哋嗱，香港就用港纸啦，呢度就用美金啦。咁喺太空用啲咩 currency 啊？即系越南。应该美国人会易啲谂到，香港人系唔会谂到呢个答案嘅。都会嘅，美国人都美国人先会谂到。系啦，同埋我俾多30秒你哋，我有一个我认为几好嘅一个 hint 嘅，可以俾多30秒先。太空入边咁用咩 currency？ 系啊，即系香港好少会叫钱做呢样嘢。都一啲啲咯，啲啲咯。系而家 A B C 就难讲啲咯。即系好似我个中环事件咁。我俾个 tips 你哋啦，就系American runs on donuts，Americans run on Dunkin'。
我哋 DD 最大嘅敌人系咩啊？咩啊？Starbucks。呢个 OK 啊，呢个 OK 啊，好劲啊，呢个 OK 啊，呢个真系劲啊，黐线，好劲啊呢个，系咪到我啦？系，应该好似系，好似你哋 team。嗱，小明咧就俾大明养啦，咁大明又俾边个养咧？呢个太容易啦，呢个。Row 老师啊，主席应该识噶，主席应该识。狗啊狗啊，狗养大明啊，系。点解暑假会长过寒假 ？Winter break。嗯。咧？点解暑假会长过 Winter break？ 嗯，又系咩方向噶？常识科。常识科咯。好想讲粗口，好啱啊！我哋由主席去出呢个问题，好想讲粗口。物理科，四个字 ，physics， 物理噶，唔系你唔好嗱，你唔好咁样凶佢哋啦，你唔好咁。我最差。咁啊，答案嗰四个字真系物理嚟咯。但系呢四个字一出咧，我觉得你两个会顶，跟住反我哋白眼咯。我即刻熄机啊嘛！即低能到爆嗰啲啊！夏天系你嗱，你谂一啲好general 嘅 science term， 即系譬如光合作用咁样嗰啲咧，即系好 basic 嘅，系啦系啦，四个字。本身 burner 本身灯喎，本身 burner 你当四个字啊？唔好唔好。一个 term 嚟噶，一个 science 系真系一个真嘅 term 嚟嘅，唔系我哋 make up 嘅。暑假会长过 winter break 咧，系啦，即系谂下暑假同 winter break 热胀冷缩。你一次，热胀冷缩，继续，都啱嘅，都系嗰样嘢嚟嘅啫。系啊，冷缩热胀，因为系因为你冷缩啊嘛，热就胀咯。系啊，所以暑假就长啲咯。哦，冷缩热胀，等我熄一熄机先，拜拜。多谢你哋。我谂住第四十条咯，呢个又系好笑。凤爪定系饺子先至系公咧？凤爪定饺子系公？系。你讲埋原因噶吓？都是古食物的，即是这两样食物的。哪一个是公？蝦餃。不是，你说你说餃子。没蝦餃。我是想到什么？你好不留心啊。我听到有餃子，然后因为你说哪个，不是，哪个是公，那我就想到蝦餃王，燒賣王，然后我听到餃子。都是这两样其中一个嘛。凤爪饺子先至系公，呢个又系，边个系公？呢个又系 Elfie 揾翻嚟嘅咯。呢个我要出王牌啊！喂，我 tips 啊！你睇下佢哋个形状咯，凤爪啊，饺子。唔系，首先点？唔系，应该系话点解一即系一个公啊？佢点你点知佢系一个男性咧？系咯，有碌嘢咯，系啦，向住呢个凤爪多咗条，多咗条啊！唔系，我唔知你生理结构啊，我冇。你话边个系公咧？唔系男人咩？系，但系你要谂下佢点解你会知道佢系公啦？即系你系顺住嗰个部位咧，就会系啦，明噶。哦，即系饺子个状态系点咧？系窝入去咯。我知系。凤爪个状态又点咧？叉出嚟咯。饺子系呃啲嘢入去嘅。系啊，呃啲嘢入去啊。咁又或者调转咁讲咧，插出嚟。插，我好冇信心啊！讲呢个答案。啊！我惊系我佢会打我哋，到佢哋食嘅凤爪会吉嘅。
因为吉嗰个唔系我讲噶，因为凤爪多啲嘢差出嚟咯。即系你觉得系凤爪吓，系咪啊？即系凤爪系公吓。嗯 ，Ellie， 你讲啦。其实系饺子先至系公，因为佢有包皮。我哋完全谂到系凤爪，因为多只脚。呢个 OK 啊，呢个。好辛苦呀，哇，那个笑到要食麦，又啱我，好搞笑，又是 OK 的。好，是不是到主席定到我？看看，好，下一题，简单一点先啦。什么文具是有五个脑的？ Ellie， 因为我 都在我们的 list 那里。file快佬，快佬，呢个有好几典型嘅港式，系呢个系好典型。呢真系小学鸡会问嘅啫。我哋未试过小学鸡咯。唉，到到 Alfie， 好啦，呢个几好笑，低能，呢个真系好低能，我真系惊俾你闹咯。大雄咧，佢做错嘢，你知啊，成日俾阿妈闹啦。咁阿妈就罚佢咧，就跪咗三个，要跪三个钟。咁呢个时候咧，大雄就梗系话：阿叮当，你快啲攞个法宝出嚟帮我啦！咁究竟叮当攞咗边一个法宝嚟帮佢咧？噔噔噔噔，自动跪完机。L L L， 唔系 L L， 自动跪完机咁样噶系。好，到你哋都系小学鸡会问，系啊，好开心啊！你哋好笑嘅。我跟住睇下先，狼来了，猜中水果。水果啊，系啊，我就话吓，佢问咗噶啦。狼来了，几多字噶？两个字。水果咯。水果。普唔普通嗰啲，即系士多啤梨啲苹果茶。其实唔普通嘅，你唔会好多 occasion 食到噶。是啊，唔普通噶，一狼系应节嘅，都系好大节啦，已经系啦，即系好似我哋头先翻鬼月饼嗰啲 friend 咁嘅羊肚，耶，劲啊！但系点解系羊肚？佢未知点解，纯粹唔系因为你话系应节啊嘛，咁我就知道即系羊肚咯，羊肚啊，即系啲羊酒哦，羊肚。不过我哋就讲羊肚咁样。系啦，明白明白。哇，好劲嘅 Ellie， 你唔好再话你自己中文唔好啦。你唔好因为佢一讲呢个应节咧，我就知道系羊肚啦。你唔好做蟹柳啦，唔该。唔好再做蟹柳。唉，好，我又讲一个简单啲嘅。小明得到一个怪病，但佢食咩药都医唔好。咁究竟小明嗰个系咩病咧？心病。咩啊？咩啊？他说他心病啊，不是小明不对啊，心病，因为心病可以有心药医，没错。他得到一个怪病，我们大家都很害怕这些人，很怕这种，是啊，真的很怕这些人，很怕有这些病的人，真的不慌不心脏病。你重复多次这个问题，小明得到一个怪病，但是他吃什么药都医不好，那究竟小明那个是什么病呢？神经病。神经病都要吃药的嘛，都可以医的，神经病都、这个是直头是即大家都很害怕这些人的。我好惊神经病，唔系，尤其是你做嘢，系咪做嘢先？系做嘢嘅时候，你真系好惊呢啲人咯，真系好惊。有冇个病字喺入边嘅先？但系冇嘅，冇。嗯，我谂大家都听过，只不过系突然之间谂唔起啫。咩啦？佢食咩药都医唔好，你循住呢个方向啦。执博射博，唔系一种。佢唔系一种好正常嘅病嚟噶，尿频唔系啊，有药食啊，唔系真系病嚟嘅。咁但系真系食药系冇，系唔会医得好嘅，即系医唔好。咁我小明呢个系咩病？射博喝水蠢，点解咧？人蠢冇药医。
你呢个 Amy， 你唔使担心噶吓。佢系好担心个病，佢话尿频、射博，仲有啲咩？我仲要谂我神经病，即系谂我同事有啲咩病咧？仲要系大家都好惊佢，佢都即刻谂。OK， 到 Sammy， 咁啊嚟个好呢、這个，有乜嘢系唔可以放入雪柜嘅咧？咪咪。我隔篱有一个咪咪，我见到 Elsie 同学举手啊！我老公唔放得入雪柜，咪咪，唔系你老公唔放得入雪柜，因为唔够位。呢个突破幻想，你唔好俾佢听到。OK， 到 Elsie 系啦。咩唇膏系最危险噶？唇膏最危险，哇！开始泥料喎，烈焰红唇。唔系咩唇膏啊？佢冇咁正路噶，好即系低能嗰啲噶。总之就系惨系成条问题都好似听过，即系成条问题都似好似未听过咁。人上冇人医都好似听过呢、這个系最危险膏唇膏，嗯，系古一样咩啊？即系 item terms 一个状态咯，一个状态，写仲难添，无重状态，gravity， 唔系啊，咩唇膏啊？你上次唇膏嗰个位啦，佢跟谂紧一支支嘅唇膏，之后佢望一望，佢买咗好多支唇膏，边只色咧？边个牌子？唔系呢个方向，但系唔系呢个方向，唔系一支支。即系唔好望住我而家嘅唇膏。理想好唇膏，唔系一支支嗰啲。唔系一。咁我系咩唇膏？猪油膏。一啱啱嘅。头先你话猪油膏其实都点讲，又唔可以话差唔多，但系唇珠即系唔系即系唔系好正路嘅唇膏咯。龟苓膏。即系一啱啱嘅。喂，你唔好系讲啊乜嘢膏乜嘢膏讲晒出嚟，你谂下点解会危险先？俄罗纳婴油膏啊嘛，猪油膏，你谂下，咁点解会系危险咧？慢吞吞粒刺刺，俾车撞，冻膏，食松膏，唔系猪油膏嗰度谂啦，猪油膏嗰、那个，猪油膏同唇膏系点啊？点解咁危险啊？系点解危险咧？多油高脂三高，三高。就嚟哥，差不多啦。猪油膏三支，三支唇膏。唔系啊，你猪油膏，你咪讲头先有咩咩三胆固醇膏、三高高脂。系啦，冇错。胆固醇膏先答案啦。胆固醇膏啊，胆固醇膏系咪好劲咧？呢个呢个真系劲啊！呢个好笑呢个。哇！呢、這个好惊，就系胆固醇高啦，不得了啊！呢、okay， 這个好好好，好啊，到我啦！反击反击！有一日咧 ，Dear Daniel 咧翻屋企，然之后咧，阿 Hello Kitty 见到佢个嘴上面有个交叉，然之后咧就冚咗 Dear Daniel 一巴啦。点解咧？因为佢同 Miffy 有路。耶、yeah！ 我因为 Miffy 系交叉嘅，系啊，交叉，因为交叉嚟自 Miffy 个嘴。咦，衰佬啊，衰佬。到我呢个又系好经典呢、這个老鼠。我呢个又系低能噶，要用啲咩抹个窗先至会干净？用力，系用力。力嘅表现，哎呀，好笑你个。如果鱼蛋粉有鱼蛋，蜜丸粉有蜜丸，咁乜嘢粉有雪糕咧？蛇粉。Yeah！ Yeah！ 好啦，跟住到我啦。呢个好低能，未闻先笑啊！呢、這个我要 get ready。嗱，跟住咯，阿明啦、阿杰啦，同埋阿山咧就走咗去偷嘢，咁啊俾人拉。嗯、但系咧，啲警察咧又揾唔到证物。咁好奇怪咧，最后咧就净系带阿山翻差馆啦。点解咧？估一个地方名，讲一次。呢、
這個我知道，不如給你時間你猜一下。我沒我想聽清多一次個題。但是這個是真的小學雞的，是很經典的，還要跟龍錦威那排瑞士山區廢了friend一起放。是啊，他有一個是做瑜伽那個，瑜伽那套戲。喜馬拉山，是不是喜馬拉山？是沒錯，喜馬。是那個什麼五條煙那個。跳煙。沒錯啊。好，到你們了。到我是嗎？還是到你啊？你啊，我問了 Seven 嘛。哦，好好好，看看先，看看燈謎先。好，有點自大，猜一個字。犬？燈謎，有點自大。不是犬啊？不是。臭！是啦。耶！什麼臭啊？自大臭。哦，自大点哦，嗱，Ellie 就到我啦。揾一个又系低能啲嘅先。当我哋俾蚊咬，就系一级痛楚。咁一个孕妇生 B B 嘅时候，佢哋要承受住呢个十二级痛楚。咁咩时候个孕妇系要需要承受住呢个十三级痛楚咧？生仔嗰时俾蚊咬。系，好笑，好笑，有咩动物系成日会打乞嗤嘅？就算隔咗好耐嘅时间咧，都系好唔翻嘅。好熟嗰啲，我都好似听过呢个，好似听过呢个动物打乞嗤，系啦，好耐好耐时间都冇办法好得翻嘅。播音乐，播音乐，双关双复杂。嗰啲考试音乐嘅呢啲，考试就系绿袖子啦。哇，冇好嘅，听到个名都惊，即刻打个冷震。打黐啊？点黐真系冻啦。系啊，继续呢个方向。冻啊，冷冻冻冷，系咁打黑黐，打好耐都唔好翻啊。嗯，系读啲咩噶？动物咯。有哪种动物是时候会打黑痴的，就算过了很久时间都好不回的。很熟啊，这个真的。提示 Joey 有首歌的，第一句就是唱他的了。快歌来的？广告歌来的。哇，死了，是新的？死了，我好久没听。旧的，旧的。他那个广告一播，如果我没记错，第一句就是这样的了。你想想，你想想那个牌子。那件事是可以吃入口的，那个广告那件事是吧？是的，是的，是一个牌子的，直接是个牌子，是的，麦当劳啦，还是他有做过麦当劳的吗？没什么，麦当劳不是麦当劳信吗？是啊，麦当劳是麦当劳，是的，麦当劳，麦当劳，啊，也是，那Joey是什么饮食啊？死了，我真的不知道，死了，我还这么喜欢Joey呢。是药来的，是药来的。幸福双丰收。是的，是的，继续继续。那有什么动物成日会打黑痴的呢？啊，那首歌是心病啊，死了。是什么呢？你已经讲了最大提示那两个字了，刚才。第一句歌词啊， Ellie， 记不记得啊？心病那首歌啊。我都心病还需心病。什么也值得，什么也值得。不是，其实刚才 Ellie 讲了那两个字。我想什么幸福双丰收。是，哎，来一次，来一次。幸福咯。之后嗰两个字，幸福双丰收，系骆驼，耶耶，好耶，好耶，我仲喺度谂紧，究竟佢嗰首歌有啲咩有啲咩动物咯？唔系双丰骆驼，系啊，好，到边个而家？到你哋。点解呢个世界上？有東京、南京、北京，但是沒有西京呢？因為唐僧拿了。我們要取西京，西京主席，主席。好好，那咁頭頂就有頭髮啦，係咪？手腳又會生腳毛啦，係咪？腳底會生腳底毛啦。咁咩毛係最普通嘅？
normal。耶！到我啦，有啲咩可以讲咧？27啦，27几好笑啊！27啊，等我碌翻落去先。哦，呢、這个咩生果系唔打字嘅咧？唔打字，嗯，不打成招。Sammy 讲咩？系系系 ，Sammy 不打成招咯，系不打不打成招啊，不打成招系近啦，就系招啦。好，世界上边边个岛系最细嘅？安全岛。诶，近头先你哋其中一个人讲咗好近嘅答案嘅，安全岛。咁唔系你睇睇唔到，近啦近啦近啦，都睇唔到。耶！已经估咗，已经估咗，我都唔知我哋细到睇唔到啊，系咪真系估你唔到咧？估你唔到啊！好啦，到我啦。柠檬啊，最惊咩生果咧？柠檬、酸、苹果、西瓜、柠檬。不打柠檬，梳打柠檬，梳打柠檬，柠檬梳打，唔系金，点解啊？哦，爆咪啊，爆咪佢，等近咗添 ，sorry 啊，麦兜自己冲凉，攰一个人，又系嗰个老师个好似，系啊系啊，嗰个老师，冲凉，麦兜系猪嚟噶啦。诶啱，系啊啱噶啦已经，又粗口嚟噶，唔系佢上会见到佢，见到佢嘅步骤咯。我好少猪，唔系佢一谂起我哋讲老师，佢就已经自动撇步骤，冇粗口嘅。一系粗口，一系咸湿先得噶。唔系见到你好难，唔系估个方向，因为我想换翻啦。你将呢个问题名作家朱自清，佢系哦，自己冲凉朱自清系啦，边个嚟嘅？你哋系咪到我？好似系 Ellie 啊，李云迪啊，最憎系咩理发产品咧？举手啦，已经 Sammy 美元发财，主席下一句冇得点解？耶！劲啊 ，Sammy， 呢个好好笑。今日做下功课嘅时候，我都有睇到呢个美元发财冇得答。好，下一个就又简单啲啦。既然讲开电视广告，鳗鱼最惊啲乜嘢动物咧？鳗鱼啊，系啦，咩动物？睇一个，即系你估一个动物啦。咁但系个 hint 咧，你就谂一个 artist。佘诗曼，所以佢好惊蛇，撕开佢，撕裂佢。佘诗曼，好呢、這个小明嘅老豆有三个仔，大仔叫大明，二仔叫二明，三仔就叫小明。咁小明即系姓咩嘅咧？讲一次，呢个我都唔知喎。呢个小明嘅老豆有三个仔，大仔就叫大明，二仔叫唔系。系啦，二仔叫二明，三仔叫小明。咁小明姓咩嘅咧？叫咩啊？叫系啊，系啊，好嘢，好嘢。从前咧 ，Sogo 一次大减价，有个女人入咗去扫货，跟住佢就死咗啦。点解嘅？我哋都有呢个抵死啊！抵死，抵仲死啊！抵死啊！到我着。跑鞋可以跑步，着爬山鞋可以爬山，着蛙鞋可以潜水，咁着咩可以飞咧？着草，冇咁正路，着草可以飞，冇咁正路嘅，冇咁正路。着火，着火，着火点飞啊？着仔啊，着仔可以飞啊！果然系主席啊吓，我真系劲啊！又靚仔又叻係嘛？婚姻介紹所呢度，呢度咁我諗下先。好啦，你我哋將 list 用曬啦，陰公。差唔多，你哥，你個好入嘅。我哋仲有中間幾題，好入嘅。咩車係會長過火車嘅咧？
大塞车，大塞车，耶、yeah ！到我咩？咦，原来到我啊，系喎。点解超人件衫成日都咁窄嘅咧？因为救人要紧啊！唔系，唔系，好低能嘅又系。你唔好咁，唔可以咁。比救人要紧再低能啊！系救人要紧太应太正经啦，太正经啦，太正经啦。因为那件衫写到明是 S 的，是啊，细码，犀利啊！哇，到你哋，等下先，我要请求外援啦，依家 Google 用翻嗰条 link， 因为我哋要 save 十二落最尾系嘛？系啊，啱冇错。六减二点解等于零嘅？唔系呢个字首晒，你要形容俾啲听众听噶。美子同工人，即系好似打电话，打电话嘅，打电话首晒，系咪到我？妈妈妈妈生咗个仔，咁大佬生乜嘢咧？妈妈生咗个仔，大佬生咩啊？嗯，你讲咗出嚟啦，你一讲我已经谂到啦，不过俾你谂多两秒。丁丁完，好道理啊，系隧道啊。大佬山隧道啊！呢个 OK 啊 ，Sammy， 到底呢？点解骑摩托军曹一见到绿色嘅嘢就要打落去？要专登问啊！即系佢点解专打绿色嘅嘢？系咪啊？系点解骑摩托军曹会俾人打？唔系啊！你系咁样打，你咁样写噶，我照自己读噶。系咩？我写错咗啊！哇，内控啊，下十三哦，内控啊，内控啊，哦，是但啦，都系咁解。你拣嘢俾，算啦，俾你问个第二条啦。系啊，俾你问，但系佢哋冇货。唔系，但系都可以咁样 interpret 嘅。其实你要即系估一个电影嘅名咯。电影嘅名，即系点？可唔可以重新问多次？即系点解佢一见到绿色嘅嘢就打落去？即系专打绿色嘢，个电影有冇个绿字啊？嗯，有个绿字嘅，嗯，都几旧噶，我觉得港产片，卡通片，喂，at least 我睇系即系动画 version 咯，动画嚟噶，仲要系，即系公仔嗰啲，我会 consider 动画咯。佢见到绿色嘅嘢就会打落去，绿色嘅就谂到苏打碌咋，四个字嘅绿色嘅嘢，绿嘢先中，绿嘢先中，因为佢绿嘢先中，呢个好笑，呢个好笑，呢个好笑，呢个我听过噶，点解唔记得？笑佢真系，下一个系上面嗰个咯，九号咯。系喎、哦，有咩船咧？系唔会喺水里面行嘅。我寻日睇过，不过唔记得咗。呢个都几常识题嘅，其实嗬。常识题啊 ，pass。太空船。系啊，太空船，太空船。系啦，冇错啦，系。你去 Halloween 玩鬼屋，入到去鬼屋要做啲咩先唔惊咧？低能噶。系低能噶，系。主要是低能的入到去即是 Halloween 入到去鬼屋大嗌鬼啊咁不是都难夹的歌词来的这件事可以就这样用你的口做啦或者你可以用个电话做啦是关声音事的 Halloween Go Music 什么是家宴无啦啦要跳嗰个咩舞啊？嗰个十字舞，十字步，唔系新歌嚟噶，我唔听新歌，即系一定识嘅。知嘅，几有童年回忆嘅。点解醒目？点解我净系谂到系关声音事嗰啲？你可以用手机做，可以用个口做都得嘅。这个动作嗌救命唔系嗌救命，我唔惊啦，救命！系歌词又系一句
即系呢首歌咧，啲人就算唔知个歌名，但系一定识呢一句歌词。系啦，一定有。因为其实佢净系红呢一句嘅，基本上。边啦边啦，即系嗱，类似呢啲啦，即系成首歌净系识呢句嘅啫。乜嘢啊？所以我觉得咧，剪咗出嚟咧，啲听众听到可能佢估到啊，点解呢两条友咁蠢？听众闹咯，咁蠢你！俾个提示，俾个提示，啊唔系咁样，好大提示啊！咁样嘅，咁样嘅，十超人嚟嘅，系啊！我咩做咩东一嘅西一嘅，继续，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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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嗰首啦，唱几句嚟听下嘅西一嘅。做多几句，做多几句。一只西，一只东，一个西，一个吸批斗，抱着偷退后，十秒变失手。早几句啊，唔系佢哋唱多啲。银河唯一的，俾我成首唱晒啦。你喺东一脚西一脚之前，点解令到自己唔惊啊？你入到鬼屋，发生咗啲咩事，令到自己唔惊啊？开灯，你要。你要嗱嗱咁样，你要妖怪变逃走啊嘛，吓吓吓，系咯，妖怪走晒你咪唔惊咯，咁你要做啲咩啲妖怪先会走啊？得妖怪变逃走，咁前边系咩啊？喂，系我真系唔记得首歌咩一咩系啦，系啱啊，系你咩噔噔噔噔，看守这宇宙这。咩进行曲一系要系啦哦一高就，就你可以播或者唱进行曲啊，好无聊啊！进行曲一高就要改变台州，不如我哋嚟多最后两个终极啦，系最后两个，最后两个 wrap up 啊！你哋嚟多个系好攰啊，死好多细胞，系咪到啊？你哋揾多一题，咁我哋整多两个钟。死啦！我仲有啲咩咧？有啲咩遮系唔可以为我哋遮风挡雨啊？唔系，应该有啲咩伞唔可以为我哋遮风挡雨？降落伞。降落伞。系。劲呢个耶！呢个压轴要交俾主席。咁你问另外一题先啦。咩？我哋而家压轴啦，系呢题啦，最后一题系呢题啦，最后系啊，系啦，你个打大佬嚟啦。好，咁我要揾翻嗰题先。我好惊啊！首先佢问之前嘅提示咧，就系你要循，你要谂翻佢嗰个 background， 你谂住佢而家背后嗰个 background， 你就有答案。而家呢个定依家头先嗰个？你要根据你所在地区嘅法律确定你已经年满相关成年嘅岁数。你住咗个 background 先啦。真系住楼啊，住翻个 background 先，但系观众睇唔到噶嘛。这个地方是不是好像商船已经是 close 了嘛，就是所有男人都会所有男人都看过的一些电影。一些成人电影。问题先。爱情动作片的场。估一个字的估一个字的。分开好爽夹埋好痛。我即刻想衰嘢。即刻想衰嘢。系啦，你谂住佢而家呢个背景去谂呢个字，哇！呢、這个背景突然之间嚟得好正，夹埋好痛，分开好爽，夹埋好痛，系啦，套入佢呢个背景，好有幻想即刻，猜一字，系啦，喺佢哋估嘅时候，我哋就再 describe 下佢呢个背景、就是，即系享誉全球嘅泳池。系啦，一个全世界人都睇过日本片最出名嘅泳池，室内泳池。唔系，但系最近 ERA 系咪喺度拍过？唔系最近都几年前。即系咩？花姐 ERA， 系啦系啦，就系嗰个泳池啦。咁你谂住呢个泳池去谂呢个字？估一个中文字咁样，系一个中文字，佢系咁样噶嘛，系咪？咁咧佢就分开咧就好爽嘅，即系咁样嘅时候就好爽嘅，但系一咁样咧就好痛噶啦。痛？系啊，嗰、那个字系咁样嘅，系咁样拆嘅，系一个左右组合嘅字嚟嘅。系啦，分开咧就好爽，夹埋咧就好痛。系啦，
然后是完全可以套入他这个情景是 perfect match 的。咬啊！是啊！死啦！点解咁污秽噶？我人家阿妈嚟噶，我都估唔到，我就吓口。人哋阿妈先最有资格讲。啊！我要检讨下，我要检讨下。唉、哎，好笑呢、這个，正啊呢、這个，开心咗成晚，阿祖太开心啦。啊、希望大家听众听到今集的内容，即系轻松下啦。觉得太减骑马啦，活学活用啊！唉、哎，好开心啊！多谢主席啦，多谢 Alfie 啦，同你癫咗成晚啦。即系，因为其实我哋个 agenda 咧，我哋摆咗我同 Alfie 咯，我哋摆咗成五十几题咯，个 IQ 题。因为就预咗会有啲去同你撞，同埋有啲系我哋一定听过晒，我哋保守啲咯，廿几题，大家就开住几条 link 喺个 background 嗰度，即刻揾外援啊！你哋话，我哋都仲有课，我哋仲有啲未问添。下一集要开下一集，咁好啦。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咧，不妨喺我哋小李飞刀 Instagram 留言啦。希望大家支持我哋自家制作 ，subscribe、like and shar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仲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最新上架嘅片噶啦。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拜拜。